山东省济宁市邹城一中上千名学生发起集体示威，高喊口号抗议学校取消假期。据学生透露，起因是学校将运动会安排在周日举行，临时取消了这个周末的假期，使得原本一天半的假期缩短至仅六小时。此举引发了高二年级二级部学生们的强烈不满，于18日晚自习期间发起集体抗议行动，抵制学校的不合理安排。文章表示，在教务主任办公室门口，甚至有一名学生躺在地上以示抗议。学生们表示，他们平时学习压力很大，周末假期是他们难得的放松和休息时间，学校临时取消假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休息和调整，也让他们感到学校不尊重他们的权益。此事在大陆社交媒体引发关注，许多民众支持学生的举动。哎妈，我受不了了，这都几点了，我们家那个窗户就是关上了我也能听见，我这个睡眠质量我真是一点都睡不着，就他们还能唱到几月份，就天天都这样，有没有人能管管他们呀？看不清啊，这记录完了。他没生命没关系啊，哎哎哎哎放哎哎哎放哎哎哎放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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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炸了，好炸！这炸了，咱们炸你。电瓶不搁外边炸，就是搁这要堆，就是。那就是电瓶先扔到旁边，应该是，那没堆又没碰。对。小鹏。你不要跑了，就是那边的人啊。其他兵。炸的真厉害。这个枪炮呢，没修一百多了。报废了。报废了。这个车值不多少钱？那车管爆炸，你看，真稀罕。啊，走走。这新能源车管爆炸。新能源车管爆炸，他自己。我们本来都是高压的东西，有高压就大，有高压就大。对。一口就吃炸的，可没那个炸全完了。
10月18日，深圳航空公司一架从石家庄飞往深圳的航班起飞后，客舱出现烟雾，紧急返航，乘客从应急滑道逃离，引发关注。当天，有大陆网友发视频称，航班从石家庄起飞不久，突然客舱出现烟雾，网传视频显示，机舱中有淡淡的烟雾，乘客们都捂着口鼻，机舱广播提示是否有乘客携带充电宝、电子烟。然后航班返航，航班在机场跑道降落后，放下两侧六个应急滑梯，乘客纷纷滑到地面，跑离飞机。当天下午，深圳航空发布通报称，10月18日从石家庄飞往深圳的 ZH9138 航班起飞后，客舱出现烟雾，为保证飞行安全，机组按程序处置，迅速决策返航。航班已于14点24分安全落地。据航旅纵横 APP 信息，该航班由石家庄正定机场 T2 出发，飞往深圳宝安机场 T3。据红星新闻报道，深圳航空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的客服人员回应，该趟航班确实在起飞后因航司原因和机械故障原因返航。乘坐该航班的乘客张女士表示，飞机起飞十几分钟后，客舱内突然出现烟雾，机组人员试图排查原因，但具体原因没有排查出来。张女士称，她坐在飞机中部靠后的位置，起初是闻到了一阵很大很刺鼻的味道，紧接着就有烟雾飘了过来，刚开始的时候烟雾挺浓的，后面慢慢散掉一些，降落的时候就很少了，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烟到底是从哪里过来的，是怎么起来的。张女士表示，从有烟雾冒出到飞机降落所花的时间很短，降落后机组人员立即通知乘客快速从应急滑梯上撤离，因为大家都很紧张，在通过滑梯撤离时，有部分乘客有轻微的受伤，张女士自己的胳膊也被擦破皮，因为飞机前面那个滑梯好像没有缓冲带，是平的，直接就冲到地上了，然后胳膊就破了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带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带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
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